一万啊，很软的感觉，好难看的，我要收费了，我可以尿吗？可以。哎，我觉得你好可怜啊。可是我蛮喜欢当中间。你们好，一客家的兄弟，没事，吃完饭。哎，好正经，漂亮嘞，累了。请握好扶手。用吸管的人都是 gay， 第一次哦，锤钩啦，锤钩啦。真朋克，帅哦！哎，好喝哎，好喝对不对？你叫吗？打电话叫啊！我有爱，有爱，有爱盐酥鸡很好吃。他叫吗？那什么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我也没有爱。强龙力，锤哥，哦，大南门城。干爆他！操！太直白，掉娘眉，听得懂吗？掉娘眉，听得懂吗？掉娘眉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一二三，掉娘眉！你看后面那个，主唱有喝吗？主唱这边有喝到？有啊，他就应该喝啊，那你在喝哎、欸？那你喝酒啦、啊？那你要喝吗？你拿起酒杯来喝啊！我不要喝酒，我没有酒，我没有酒，我没有。裤子袜子喝酒啊，喝酒喝酒，干杯！加浓，加浓。现在要去彩排，主唱宿醉。脆够，脆够，赞！新竹工程师年薪200万，两只猫，6498，三房两厅，欢迎跟他们下来呀！交资讯，交朋友，交朋友，我们等下会 AirDrop， 他这个直接打开。靠，好痒！醉了吗？开一整天梦，醉了吗？这蛮爽的。哈卡，我们不能浪费。哈卡三哥，哈卡三哥很吹高。哈嘎三哥喊吹高，嗨，吹高，吹高，吹高，第一次来了，专访专访，请问刘先生，我很醉，你不要再 Q 我，拜托、欸。我以后不要跟小金喝酒了。怪，你是三遍了，没习惯。我不要了，我要去洗澡。小金真的很可怕。小静吗？小静，小静，哎，不是，他是小俊，不是小静。小静。我不要跟他喝酒了，真的不行。